这么多人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是我上过电视变成名人，不会是欢迎的吧？哎呀，真巧，说人人到，陈老师来了。陈老师，何局长来顶大是为了你吗？你跟何局，你找我多久了？你大学在厦门五杠一，你是何局的问题，你要怎么办？哎呀，我懂了，你们一起来上学就是为了保持低调。干嘛？顶大人欺负顶大人呐、啊！阿泽学长，你是来救我的吗？谢谢。谢什么？我不是来救你的，我只是要他们搞清楚今天的重点。陈小事，你别忘了，今天是开学日。开学日？今天是开学日，也是一年一度的龟壳日，你没忘记吧？每年的马拉松比赛最后一名同学，要在开学日以及每个十三号星期五背上龟壳。陈小事，你就是去年的最后一名，所以你今天得背上龟壳，这是校规。现在就做这件事吗？现场这么多人，还有这么多媒体，我们顶大的事关你什么事啊？今天开始我就转学到顶大，我想我应该有资格提出我的疑问吧。你也来念顶大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不要以为你是我哥就可以监视我。何君跟阿哲是兄弟啊。你不要想太多，我没有要管你的意思，而且就算我转学到顶大，我也不会跟你一样使用暴力勒索同学。你不懂就不要乱说。好，既然你现在是顶大人，顶大的校规你就要遵守。关于那个龟壳呢，何群，不要以为陈小诗是你未婚妻，还有你的特殊背景就可以耍特权。每一件事情都需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这是就针对你。虽然被龟壳很丢脸，但是陈小诗只要笑一笑，没什么事情过不了的。你们两个不要再吵了啦，我遵守校规就是了。各位同学，陈小诗要履行他穿龟壳的义务了，我们大家给他最热烈的掌声，代表支持跟鼓励吧。乌龟穿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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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龟穿上。Thank you.
何学生，快呀，上来保护他！你在干嘛呢？你何学，你下来，何学。何学，何学，你小心一点，何学，小心一点，干什么？帮忙啊，你们！快，走，走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的乌龟未婚妻。走吧。上学去，这边是学校，我们不要做不好的示范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离开了，可不可以？我年轻的时候也是那么浪漫的，有必要演这么逼真吗？被贵客还跌倒，被训掉了，真训掉，真的很没用，鞋子还给我掉出来，能摔倒，超好笑的啦，怎样？何群，欢迎你加入顶大。怎么突然转到我们学校了？难道你暗恋我？你少瞎了好不好？要不是被你害到没有学校可以念，我需要转学吗？谁害谁啊？莫名其妙变成全校公敌，倒霉是我吧？哎，你搞清楚，要不是遇见你，我会有那个乱七八糟的绯闻，也不用开记者会，更不用转学。最糟的是，我转学还跟你转到同一所学校，倒霉的是谁啊？你在说什么？莫名其妙在街上被你撞到，我的生活就开始失控。还是你撞我好不好？还诬赖我？好了，不要吵了，大家都在看。把你的龟壳拿下。哎呀！喂，我们到底要演什么时候啊？演到我们分开为止。